各位，今天来到基山天后宫，今天我们魔行庙会出外景了，我们要来恭请我们的金后将军。在找过一些金虎将军公仔，我发现岐山天后宫这个公仔真的是做的最精致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特地开车前往岐山天后宫，好，恭请我们的定点大尊呢，好，金虎将军。好，咱岐山天后宫有金虎将军。哦，霸气！我告大尊嘞。我看看庙里面好像没在卖，不然应该会在他们旁边这个据点这边哦。他们岐山金虎也会这里，来照看。哦，我好像看到里面已经有公仔了。我靠，好帅哦，超帅的。哎，三只选一只，好，选一只五 A 呢？啊？哦，哈哈，碎碎碎，还够穿衫，金灰马乌，好。哦，买公仔也算是甜悠悠。对。耶、yeah, ，买到了，整组，金额有点贵。2064，也就是说它公仔加上它的金花跟它的衣服哦哦，2064冷清控两个细抠，没办法啦，但是整体上我是觉得可以接受，因为很精致。好，这就是那个定灯，咱大尊呢的缩小版。哦，前面有金元宝，哦，吉祥如意。哦，还有衣服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们就今天就可以把这一只我们正殿的金后将军给他带回去，哦，蔡家联谊会。我们有虎爷将军的哦，记住我告诉你，真正我告诉你。